喂，阿花妹，那个丛林回家了吗？回了，那你问一下他仲平去哪了。哦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打扰了，那你快睡吧。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，回来了，你怎么去那么久啊？我把丛林送回家，完了又在外边找了找。嗯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出事了吗？出大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说这个丛林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死乞白赖非要阻止香水河那块地拍卖，是吗？急得我啊，我赶紧找两个朋友把这事儿得商量商量。是吗？你们去哪儿商量了？ 洗浴中心，你们谈事儿的场合真够奇怪的。没有，你不知道，人到了洗浴中心里边啊，衣服一脱，是吧？彼此就特别能够那种，有那种就什么感觉，就是那种，就是坦诚相见的那感觉，就什么话都说了。啊，脱光了就什么话都说啊？我也没见你什么话都跟我说呀。你看，你啊啊！我只是举个例子啊，你别坏笑哈。 谁坏笑了？赶紧换衣服吧。哎哎，马上来啊！
去年，知道了。好，再见。怎么起这么早啊？是啊，醒了，能够自由的看看这个世界该多好。怎么想起说这些了？我在想，有的人连。 自由呼吸空气的权利都没有，你是又想起胡刚的事情了吧？怎么能不想呢？50来岁的人了，一念之差就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。小洛，我一生清贫，跟着我，物质生活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啊。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贪图物质享受的人，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快快乐乐、平平安安的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，你说对吧？哎，怎么了？ 啊！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，梦见我爸被一条大蟒蛇啊，是不是我睡觉胳膊压你胸口了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这样过。爸，我爸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没事儿，昨天就是喝多了，能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走，走。你等会儿。啊。 还是给我爸打个电话。打。杨桃。啊。哎呀，起床了。酒早就醒了，这会儿正和你家阿姨在外面散步呢。哎呀，我会照顾好自己身体的。 我早就发誓戒酒了，放心吧啊！哎哎，行，那没什么其他事儿，我就挂掉了。好，再见，丫头。嗯，小洛，嗯，在你之前，欣然是我唯一的亲人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一个做爸爸的。 是怎么心疼自己的女儿，心头肉，掌中宝。现在我们是一家人了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敬爱你的妈妈，心疼你的孩子。当然了，我也希望你能够心疼，照顾好我的欣然。放心吧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小洛。 小曾，哎呀，你个小东西，你不是躺着好好的，你怎么起来了呢？啊？ 你现在要好好休息。你跟我说，怎么那么快就从医院跑出来了？我已经好了。钟平，你快告诉我，你怎么会那么神奇呀？昨天晚上你怎么就能想到要到这里来呢？如果你要是没来，或者再晚来几分钟，我们真的会生死相隔的。你就谢天谢地吧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反正是鬼使神差。我本来是想偷偷摸摸上来过来看你一眼。 好，你一个一进来出这么大的事儿，太危险了！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液化气的管子早就应该换成金属的，这点小道理你不知道？用了多少年都不换，是没钱呢还是怎么了？
你们这些个女人呢，就是笨，离开男人没法过。啊，满屋子这么大的液化气的味道，闻不到啊！你鼻子怎么了？鼻子睡觉了？哎，你这孩子真是不让我省心。我要对你说句话。说。钟平，你已经两次救了我的命了。你得跟我记住，你不能让我第三次再救你，听见没有？你要对你的小命负责，你不能让我这么不省心呢。别再说了，我知道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张仲平这个人的为人、经商都还不错。是，人是挺不错的。徐毅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，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。徐毅我可不了解，因为平时也没什么接触。嗯，小罗。嗯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而且这丫头，还一身的毛病。要做她的老公，包容心、责任心都得具备。对徐毅呢，我从侧面做过一个考察，整体感觉还可以。哎，我有这么一想法呀。嗯。你说。这俩孩子总这么拖着，也不是回事儿，对吧？嗯。如果你们双方家长没什么意见的话，你们干嘛不让这俩孩子早点结婚呢？是啊，自由恋爱又不是媒妁之言。嗯。但是咱们做家长的，是不是应该约张仲平两口子见个面呢？行，应该的。好，那咱就约他们。接电话吧，谁呀那么顽强？秦山蛙，你又来了。喂，秦山蛙，我知道不就是那点工程款的事儿吗？你别老催我了，我有了就会给你。听懂了吗？就这样啊。工地还差多少钱啊？50万。说工地上等着用呢。本来呀，我是想胜利大厦拍卖完了，我就把这钱给他打过去。后不聊不聊，这些事儿没劲，不说了啊。那当慈善家也不容易啊，除了有爱心，还得有充分的经济实力呢。那可是。对了，我跟我舅舅约好了，今天我要去趟擎天柱。你是想让我陪你去吗？不用了吧。反正你要是忙呢，你就忙你的；你要是不忙呢，你就在这儿陪陪我。董事长同志，嗯，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安排？同志们，在本董事长和特别助理欣然小姐的共同努力下。本公司的形势那是一片大好啊！虽然我们公司刚刚成立不久，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成果。回忆过去，展望未来，我们要做到宜将胜勇追穷寇，不可沽名学霸王。说到接下来的工作重心，那就是两场拍卖会，一场是香水河股份那块地，一场是艺术品大拍。同志们。有没有信心呢？有，队长。那我现在代表董事长家属以及全体职工，强力给董事长一个大大的拥抱。哎呀，呀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队长特别特别帅，必须的。不开玩笑啊，接下来艺术品大拍走的那是市场的路子，好说。可是香水河股份这块地就麻烦了，我们必须要紧紧地抓住鲁冰叔叔和严若水这两个人，因为拍卖委托权很有可能会落在这两个人手上。是吗？对。先说这个严若水，他可是咱们拍卖公司的财神爷啊，我一直就在想怎么能想个办法把这个官攻下来。那你有没有想要怎么攻下他呢？我呢一直在做他的外围工作，
我觉得攻下他是迟早的事儿。老婆来，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啊，咱们得分一下工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呢就主攻颜若水，你呢就要死死地缠住鲁冰叔叔不放。我怎么缠着鲁叔叔呀？很简单啊，就是让他帮助我们工作。哎，那鲁叔叔那个手不是有风湿吗？说需要经常活动。我这次去北京就给他买了两个核桃，回头你给他送去。不是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怎么不知道呀？你以为我陪你去北京就光陪你逛街了是吗？你挑高跟鞋的时候我早买好了。他不收呢？他肯定会收的啊。这个东西代表着你晚辈对他长辈健康的一个关心，这么个小玩意儿他不会和你较真的。徐烨，你之前不是不让我管公司的事儿吗？还有让我求鲁叔叔，哎呦，开不了口。欣然，你千万不能这样想啊。我告诉你，鲁冰叔叔现在巴不得你去求他。为什么？他不是有事要求你爸吗？心知肚明就可以了，不用总挂在嘴上说。如果真要说，也得反着说。反着说？哎呀，行，你也不用想那么复杂，好不好？你就记住一点，我们现在不能松懈，好不好？我姨父一定也盯上那块地了，除了我姨父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公司。我告诉你，香水河这块地，一点不比胜利大厦简单。张总真是个爽快人。那么咱们就算前后两清了。请问一下，那尊青瓷莲花瓶，张总准备什么时候拿走啊？不急，先放你这儿。我听说贵店又来了一件宝贝。您是指？青釉四季罐。哦，严总跟您说的？严总没跟你说？哎，我可是把定金都带了。嗯。这么多啊？多吗？严总可跟我说了，要跟青瓷莲花瓶相比，青釉四季罐更是价值连城。是是是，张总您看东西啊是不会走眼的。哎，应该说严总看人不走眼。怪不得你们两个总是那么惺惺相惜呢。哎，要不您先坐会儿，喝点茶，我去看看严总来了没有。谢谢齐老板。喂，齐老板，哎，是我，说话方便吗？好，我想见你啊，啊，现在？哦，不方便是吧？没事，那个，我等你电话，好吗？嗯，好，拜拜。姐夫呀，张总，这都等了半天了。没有，我也是喝了茶，挺好。那行，你们先聊着，我先出去。再见。哎呀，这个胜利大厦拍卖这件事儿，真是后患无穷吧？嗯。现在看起来，当初让徐毅进来，真是个错误。是我这，当初其实我就是想拉他一把，没想到捅这么大娄子。你想帮他忙是小事儿。你知道吗？现在那个龚大鹏天天到我们这儿去闹事儿，胡搅蛮缠，很麻烦的。不是这龚大鹏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干嘛啊？就是想在成交款上多分点钱呢。你看，本来好好一件事儿，让徐毅搞得乱七八糟的吧，又都知道这是你的亲戚。是。现在这件事儿对你们，哎，
对你们公司可是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。我知道。你说这不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吗？这个。是是。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本来咱俩之间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可是现在出这么一件事儿，那我可是有点担心了。怎么了？我们公司那几位副总啊，对你和你的公司都产生了不良的印象。如果你还和我做生意，你就赶紧把修复工作做到前面去。你要让几位副总改变对你的不良印象，那以后我在公司力推你的时候就没什么障碍了呀。是是是，严总，你提醒的太及时了。龚大鹏那儿我已经给过他30万。哦，你说这个人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这人不能太贪了。您说是不是？您放心，没事啊，我找个时间好好教他教他怎么做工作。你不用跟我商量啊，别到时候弄得跟咱俩什么事儿都商量好了似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您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。哎呀，希望往好了发展。是是是，您消消气，您不生气啊，咱们下一盘。下一盘。好，行，今天正好有点时间，来，咱们下一盘。嗯，黑心。好。嗯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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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份心意我收下了。好，但是我得给你还个礼。啊，不用了，鲁叔叔，真不用。啊，许毅不抽烟，啊，嗯，这个习惯好。啊，对。茶叶，把这个你给徐姨带过去。谢谢鲁叔叔。这盘棋你赢了，3目半啊！先生，您必须得给我握握手，恭喜我。我容易吗？哎呦，不容易，不容易。两三个月了，我就一回呀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凤冠，这盘棋咱们没下注啊。啊，没下注啊？对呀，这不合适。这个你看，下什么注啊？咱俩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那不行啊！那不行，那不行！不不不不不，咱俩就没下过注，什么时候下过注？哎，这样行不行？啊，回回这事儿都是你来买单的啊！今儿没下注啊，让我买回单，我输了吗？这么小的事儿，你看单子都……不用不用，我来。来来来来。爸，一定让我买单。爸，严总啊，真是你买啊？啊，你看，你说你这人吧，什么都好，我就觉得，我提个建议啊，您不能什么事都那么认真，不认真不行啊。嗯，钟平，那哪能不认真呢？你什么都当儿戏，谁还跟你做生意啊？对不对？那是那是，那我恭敬不如从命了啊，那得听严总的啊。服务生，哎，严总买单，来吧，我买单。是你自己说你们公司靠谱的啊？谁说过呀？我看都是你们自己吹的，别人可不这么想。对啊，见面，等等吧。啊，我等会儿打给你啊。谁的电话？一个朋友。朋友？什么男朋友？男朋友？我男朋友还不知道在地球还是月球呢。对了。张总刚才来过，把莲花瓶的钱结了，又开了张支票，说过两天啊拿四季罐。他没看东西啊？没有。这个张忠平，人精啊那是。姐夫，嗯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不是从来不想了解这里面的事儿吗？不想知道这背后的弯弯绕绕？嗨。我就是随便问问，小雨啊，这些年委屈你了，辛苦你了，收着吧。姐夫，我不觉得辛苦，也不觉得委屈，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我心里头明白，你原来不是一直想投资移民加拿大吗？等办完了张仲平这摊生意，你就抓紧办理。可是爸爸现在这个样，我怎么走啊？
我都想好了，你姐他们不是在那边呢吗？咱们给二老办个探亲，让他们早点过去，那边的医疗条件好，也好好给爸爸治治病。姐夫，猴子去加拿大是我原来的想法，我现在想法变了，我觉得在国内做生意也挺好的。哼。哎呀。我只能说，有些情况你还是真的不太了解。我是希望你认真的考虑我刚才的建议，啊。可是我要走了，你怎么办呀？我，你坐那有个人照应着。<笑>你放心吧。你们走了以后，我没后顾之忧了呀。有些事儿我反而更好办了。你放心吧。 我不是有一本《因私护照》吗？只要实际合适，我随时可以去找你们。你呀，你就是永远在替别人考虑，从来不替自己想想。你说，我姐这都走了多少年了，你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逛歌厅，我姐找了你啊，真是好福气。嗨，你也别这么说。 我有时候常常想，你姐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坐着移民街，那日子好受吗？好过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急着想让你们都过去的原因。一家人在一起，多少有个照应。姐夫，嗯，有一些话，我这个当妹妹的本来确实是不该说，可是这些话一直憋在我心里，都憋了好久了，实在是难受。 什么话呀？干嘛要憋着呢？说吧。你就真的那么爱我姐啊？怎么了，小雨？怎么说这种话？什么事儿？嗨，没事儿。我就是这么问问。你是我的亲姐夫，我有时候就在想，你这么孤独、寂寞。 对自己很残忍，你说你这么付出，会不会是因为我在呢？我说的对吗？<笑>你姐夫就是这样人，你也不是不知道。小雨啊，这些年我们不就是为了早点团聚吗？姐夫不会孤独，不会。 但愿如此吧。请你相信姐夫，你姐也相信我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做夫妻最重要的是相互信任。嘿，不能相互猜忌啊。可你不觉得你这样有点太苦了你自己吗？你说他们在那边作奸，你不觉得你也一样？啊？我呀。 说实话，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，连我自个儿都不清楚。要说有一点优点的话，那恐怕就是稍微的能够自律一点而已。<笑>姐夫，哎，其实我一直特别羡慕魔戒。 我觉得，如果我碰到的那些男人有你的一半，不用一半，三分之一就足够使了。<笑>瞧瞧你今天说的都是孩子气的话，你刚才那句话说反了，找的你姐是我的福气。我这人有什么呀？你说，除了下下围棋，什么业余爱好都没有。我呀，就是一个无聊。 无趣之人，姐夫，那你觉得我像不像我姐？看着我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想到她？